原来竞技机器人那么有趣啊。轮到我了。喂，还给我。不，你已经玩了很久了。快给我。安静。你拿去吧。小心一点，这东西可是很贵的。我说马克，我已经想到打倒苏菲和钢甲人的计划了。告诉我怎么做吧。哦，你听了一定会喜欢。这就是你的计划？不，这只不过是计划中的一部分。这个东西叫做机器虫。机器虫看起来真像昆虫啊。它们每一只都装载着致命的奥米加光波。奥米加光波？看看吧。怎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真是厉害。的确是。接下来的任务就交给你去办了。这个拿去吧，为了人类的未来，一定要将苏菲打倒。人类的未来？嘘，别吵。你放心，默克博士，胜利是属于我们的，我一定会将他们打败。博士，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发？耐心点，时机还没到。我去开门。你好。啊，你们回来了。没错，你猜猜看。我知道，你这次又赢了比赛。是的，库洛太厉害了，你应该来看的。这场比赛呀，实在太精彩了。我知道了，大家进来吧。马克那家伙也参加比赛了吗？没有，我们没见到他。自从上一次那件事之后，就没有见到他了。我倒是希望见到他，和他再聊两句也好。马克，那个为默克工作的男孩。是的，他肯定是被利用了。我知道，如果真的有机会遇见他的话，还是让我来劝劝他吧。教训他一顿，苏菲老师。没错，一定要教训他一顿的。他只是被蒙在鼓里而已，迟早会发现默克博士的真相的。放心，我们一定能让他回心转意的。我倒不这么认为。没错，那家伙太自大了。而且他还是你在赛场上的劲敌。你到底在帮谁呢？这是？是谁呀？马克？什么？什么？快打开视频通话。各位，马克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在想，有关默克博士的事，也许你们是对的。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默克博士对我说的并不是事实。那当然了，默克是个非常狡猾的人。你说的不错，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。你需要我们帮忙吗？或许我可以跟你们见见面。这样也好，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。那太感谢了，我把位置发送给你们。那么你们觉得怎样？我还是没办法相信他。我认为应该给马克一次机会，他看起来不像说谎。你决定吧，阿泽。我有不好的预感。我也是，娜娜。就是这里了。这地方看起来真破旧。为什么选在这儿呢？大概是不想让人发现吧。大家小心。啊，他来了。大家好。马克，你可以把情况告诉我们吗？情况，
根本没什么情况，你们太让我意外了，竟然全都来了呢。你不是真需要我们帮忙吧？是的，苏菲老师，我叫你们出来的目的就是要打倒钢甲人。手下不留情，钢甲系统传送。哦，这下糟了！钢甲系统锁定！钢甲系统锁定！钢甲系统锁定！那个会发射炮弹的钢甲人，明白了。不要，太慢了。解决一个，没那么快。哼，尝尝超磁铁的厉害。我没事。哎，哎呀，基尔斯，准备接收钢甲配件。钢甲系统锁定。干得好，希尔斯。机械虫，啊，那是什么？伊达。怎么了？伊达的系统怎么会？
是副元素。难道是藏在飞弹里？可能性极大。干得好，吉尔斯！接下来就轮到雷诺斯了。交给我吧，雷诺斯，快把他射下来！喂，喂！什么东西在追着希尔斯？看起来不像是飞弹的一部分。希尔斯，快检查看看。是昆虫型机器人。什么？快躲开！希尔斯！这下不好了。可惜伊达倒下了，要不然我们的炸弹一定能解决这些机器人。我们现在能够做的，就是在雷诺斯发射飞弹之前将他打倒。赞同。雷诺斯无法支撑太久，我得想想办法。你们完蛋了！我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。钢甲系统锁定。萨维斯，快使用磁力攻击！明白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快躲开！我不会轻易放弃的。发射所有飞弹！耶！做得太好了，塞维斯。不，轮到我们了，维特。现在。钢甲系统锁定，钢甲风神突击。耶耶，成功了。马克，放弃吧。不，还没结束。什么？马克，接下来交给我们。没错，你的任务结束了，回家去吧。什么意思？这是我的战斗。你的战斗？呵呵，这本来就和你无关。是的，快回家。你们走，我不需要你们帮忙。别傻了，没有雷诺斯，你只不过是一个会玩玩具的傻小子。什么？听我们的话，不然我就请你吃糖果。哎呦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难道过去你们所说的一切都是在骗我？我们没骗你，是你自愿被利用的。真是个傻小子。特罗斯，去把最后一个敌人拿下。好极了，问题没完没了的。我们该怎么办？
威彻，一定要撑住啊！你的战斗，哼，这本来就和你无关。没有雷诺斯，你只不过是一个会玩玩具的傻小子。没错，你的任务结束了，回家去吧。我们没骗你，是你自愿被我们利用的。竟然欺骗我！我要你们好看！啊！发生了什么事？雷诺斯，他竟然……是马克，他救了维特。哦，臭小子，你在干什么？这是利用我的代价。你想成为我们的敌人吗？不好了，马克！谁？泰德，快离开，这里交给我。好的，谢谢你。一凡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们需要帮忙。哦，是的。他好奇怪呀。有点神经质。喂，大家都听得见呢。准备好了吗？时刻准备着。那么，开始反击。怎么办，地奇？跑啊！一凡，系统传送，钢甲系统锁定，他们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我们需要复元素消除装置。是这个吗？马克，你那是复元素消除装置，拿去吧。回来的感觉真好。那当然。马克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当做是我对你们的回报。现在你终于知道谁是好人了吧？是的，之前的事对不起，我竟然相信莫克的话。没关系，我们也很高兴你终于知道真相了，而且还救了我们。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，马克，真的谢谢你。我才要谢谢你，乔泽。那么马克，你接下来怎么打算？我想我不会参与你们的事。那你会替我们保管这个秘密吗？当然了，我们是朋友，不是吗？我们当然是。我的杰特总有一天会打败你的库洛，乔泽。我很期待呢。哦，我的天，又是竞技机器人。马克，保重了。祝你好运。再见。